我们来看第四题，他说 AD 是 tangent，然后 BSR 是15度，然后他叫你找出 x 的 value。So 这一边跟这一边的话呢，这一个我可以想象到它是单根边 butterfly，OK，它不是 butterfly，因为一个是去 circums，然后另外一个去 center，所以它是属于不对称的 butterfly，它不是 butterfly。OK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知道这一个部分的那个角度呢，OK，我给它是 y，所以我的 y 是2乘以15度，那我拿到的是30度，OK，然后这边是 tangent 90度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180度减90度再减30度，所以我拿到我的 x 60度，所以 x 60度。